这个普通的笔记本上所记载的是一些极不普通的内容，一个个电话号码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。而笔记本的主人就是这个名叫郎春燕的女人。他当时跟我讲的很明确的，他说你不要问我，就是我包括第一次提审第二次提审，他跟我讲，他说你不要问我，我知道你们只要查清我肯定是死刑，你们能查多少你们就查多少。我就这一趟就是三个，那肯定就是死罪了，所以我就是那么想的。这个女人身上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，使她认定自己将必死无疑？一切的一切要从云南开往南京的一趟火车说起。2007年5月24日，由昆明开往南京西的 K1564 列车平稳地驶入站台。旅客们纷纷往出站口走去，而就在熙熙攘攘的出站旅客中，有四名女子却被民警拦住了去路。原来这四名女子在车上种种奇怪的表现早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在车厢内巡视的乘警发现，在相连的四个部位上，这四名女子每人怀抱一名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。面对乘警的询问，他们给出了一模一样的回答。小孩来源都是自己生的，目的都是周亲访友，都是以这种理由。他们的回答难以让人信服，更多的细节表明其中有蹊跷。这几个女人的年龄首先让民警产生